哎，MCO 到底值得结束哦？我家人已经一年多没来拜过我了。我是活人受苦，连我们死人也跟着受罪。再这样下去啊，我要饿死咯。兄弟，你一定死了，不会再死了。哎，有车来啊！哎，是我家人。工作快点，我们要在太阳下山之前扫墓。为什么呢？太阳一下山，阴气就会来，时运低的人很容易被邪灵缠身。扫墓最好的时间是在早上5点到7点之间，这段时间阳气正旺。哎，看得来好哎。还你？为什么？你是来拜山还是拜年？扫墓要穿素色衣服，是一种对先人的尊重。还你？还有你，来过圣诞节啊？现在是清明节，还你。丢。他是谁？我女朋友，她来陪我扫墓。哎呦，他怕晒就不要来啦，搞得好像粒粽子这样。他以为现在是端午节啊，现在是清明节。咪，哎呦，辛苦了哈，哎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哎呦。我劝你还是不要跟我们一起扫墓。为什么？外人扫别人的墓，会因为气场不同，导致阴阳混乱，不但会走霉运，严重的话会大病一场。哈，哎，你还是先回。丢，我吃点可你啊，拜。老婆，走这里，走这里比较快。坟墓在哪里哦？我记得我爸爸的坟墓应该在这里的，怎么不见了？大哥，我不知道你爸爸在哪里，我只知道你踩到我爸爸了。扫墓不要走捷径，贪一时的方便，跨过别人的坟墓，很容易接触阴灵。会倒大霉的。总算啊，走一下。我们笑话，小芬，你来扫墓啊？来坟场不是扫墓，难道扫描啊？做身体检查、啊？起来，不要随便坐别人的坟头，会冒犯到死去的人，会带来厄运呢、啊。你们牙痛啊？不是我要吓你们啊，在坟场最好不要自拍、啊。为什么嘞？在坟场拍照很容易拍到亡灵，你把照片带回家，就等于把亡灵带回家。快点滴，快点滴！女人就是女人，来到坟场还要自拍打卡，结果被打脸了咯。什么女人就是女人？你妈不是女人啊哈？哎呦，讲你一两句都不可以啊！不可以，安静，扫墓不要吵闹。最吵的是你嘞！扫墓的时候吵吵闹闹，不止不尊重先人，还会惊动到附近的阴灵，惹祸上身啊！强，来帮忙拔草。小强，喂，你祖先的坟墓是在这里耶，不是那里耶。你这不孝子，帮别人的祖先拔草，自己祖先坟墓的草都不要拔。现在拔，现在拔。OK， 拔好了。拔干净一点。哎呀，拔这样干净，过几天就会长出来的啦。所谓扫墓，就是要把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不然后代的健康和运气都会大受影响啊！我痛我，好痛的！孕妇是不适合来扫墓的，这里的阴灵会对胎儿不好的影响。除了孕妇，3岁以下的儿童，还有那些刚刚病好的人都不适合来扫墓。容易灵体入侵。我
爸喝酒。先不要敬酒，扫墓的顺序不可以颠倒，要先清理墓地，然后上香，摆放祭品，敬酒，祭拜，焚化，送别。哎呦，兄弟，你就好了。哎，我的家人，凤起时才会来啊。